修哈，咱不开玩笑啊！大家，我晓得你在丽江那方汽修，我云南的高云南在丽江的人还是比较多。小雨没有喝，有没有人把小雨给我喊起来？我想问他一下，真的不开玩笑哈，弟兄，真的哈，我不管是我是兄弟还是你是哥，到时候我们两个还注意哈。真的，我上次你打个抖音以后，把兄弟感动到了，真的不开玩笑。谢谢我真的哥，感谢我胖哥，我都在丽江，我们抚顺人在丽江的多得很。你在丽江是逃难，我大哥在丽江当老板，你跟他无法比。我亲爱的舅舅，啊，懂你没有？你无法比。虽然丽江是个城市，但是有人讨口，有人在挣钱。你就是个讨口娃儿，听没有？哦，你不要气着了哈，气着我今年子不要不回来了哈。这是我舅舅，想问哈，哎，丽江离我好近哦，离你很近嘛。华生大哥，灯牌熄火啊！欢迎我小派菜兄弟，欢迎兄弟啊！哎呀，小宝仔，你有小雨的电话没得？打电话喊他来证实哈看，啊，证实哈，这刚刚开直播，嗯，我还想跟他，哎呦，今晚咋怎么这么冷？啊，今晚这么冷。德宏，二老师呢？不能有他的电话。自贡的在丽江的都可以，但是那个德宏在丽江不行啊。欢迎我一哥啊，欢迎我装饰华生装饰大哥啊，是睡不着，谢了一哥，感谢郭老官的眼镜哈。这是啥子东西啊？这是哪个女的半夜三更找我？老子是真的冰冰棒棒的，老子理都不理你，半夜三更找我干什么？今天晚上又不能出来。哎，刚刚那几个小学生，大嘴，哼，你在我后面叫唤，老子把你电给你切了，你不来叫唤，嗯，我把你我电给我切了，你我看看一会儿啊，有节目没得节目的，光不子聊天，大哥春天哥就是聊会儿天哈，聊会儿天。欢迎我阿飞哥子，大哥在丽江修大车还是小车？乖哥，你们村里面有两个兄弟伙是我的客户。OK 啊，不打 PK 啊！我在群里面，大家喊我开直播。我在群里面，这娃娃是吵得不得了，然后这娃娃就走了，啊，走了，然后。我就下来开了直播，不是的话，十几个学生在这里打羽毛球，吵得不得了啊！哪个抚顺老乡在丽江修车？就是这个丽江谢师汽修维修，啊，他就在丽江，都是我抚顺的哈。那个有没有人有小鱼的电话，把小鱼喊进来？我想不通，我总共买了13000多的甲鱼，今天才卖了10000块钱都不到，而且还有退货，怎么甲鱼就没有了？还剩了10多个，小鱼呢？啊，三峰，你没开直播啊？我看你没开直播。我总共吃了2个，我吃了2个，我送了2个，总共没得。13000多的甲鱼，今天卖了10000块钱不到，而且还有退货，还加上了一个月之前的1200块钱的乌龟。我是睡在床上，我都没想通。
有没有小鱼的电话？大家跟小鱼打过电话。哪个有小鱼的电话？给他打个电话。未必跑了。你后面跟我说那个母带鱼拿起32，喝了酒算不清楚。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母带鱼拿起32？我从你又跟我算出来没投28块钱就卖了，还黑起在那里卖。啊！你咱们说母家鱼，我们总共算起来要投32块钱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那样样生意，自从你来了，样样生意都干垮了，样样生意都干垮了。我火锅底料，你从来我以前的火锅底料卖得风生水起，你自从你来过，火锅底料卖不起走了啊！我去卖蜂蜜卖得风生火起，你来了蜂蜜卖不起走了。我卖黄鳝，我卖了10年的黄鳝卖得风生水起，跟你一起卖黄鳝卖了2次卖不起走了，亏了。这个不存在是不是换不换人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啊，你不要吓我，换不换人啊？我以前我一个人卖的时候点儿问题都没得，我打点 PK 我就把这些钱挣回来了。现在我 PK 打不起走，货也卖不起走，我火锅店卖了几年，自从你一来我火锅店就卖垮杆了。两朵花不可能同时开，你跟我说两朵花，两朵花什么我要带两朵花啊啊，两朵花是什么意思？搞今晚上喝了一点了，我不喝酒我不能说真心话，我一喝酒欢迎我大哥，我包哥都来了，今天晚上我包哥今晚上来看我的笑话。吃豆腐都不喊我，要没我哪天我吃羊肉他喊你，我两次没去吃哈，要没你灯牌都熄火了，没你没有亮过灯牌，其实你不是灯牌熄火了，你记得你上飞机都上得起，结果你灯牌都没亮不起。梁山峰倒了一大碗酒，是2个碗倒了啊。你有时候你给我算账，你不要在喝酒的时候你给我切个图给我看一下，为什么30几块钱的鱼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？总体来说你把公的踢开了之后母的要顶30多块钱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20多块钱一斤我卖得风风火火的啊，还在那里装孙子。小鱼呢？你说你是跟你嫂子说，你嫂子是个什么人？你嫂子我在卖货的时候从来不在身边。